么能不赢啊？无敌无敌无敌，本场最佳。所有人的表演大过了舞台，舞台真的是在辅助他们，而不是舞台在抢他们的风采。所以 Joker 是这几个表演者赢了舞台，我就被抓住了。心服口服，不需要跟你观众去互动，你就会被我带到我的表演出来，你会情不自禁的幸福。马师他在那个演的部分，他们的笑、起舞，这个我太喜欢了。我有给江源的表演感动到，他那个眼神，他那个笑容很有故事，我是挺佩服他的，真的。王耀庆哥哥的光环，这一个戏他演得非常非常的好，让人看到就是他内心是一个非常狂野的。大家好，我是王耀庆部落的王耀庆。大家好，我是王耀庆部落的张栋梁。大家好，我是王耀庆部落的张远。大家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耀庆部落的马小龙。大家好，我是王耀庆的部落的贾恩和何掌声。这一次挑战真的非常大，全员唱跳表现得很好，你们觉得表现得怎么样？谢谢谢谢。远哥喊得这么大声，我必须有个前情提要跟大家讲述一下，就是在上一次分组的时候，远哥拒绝掉了0713重组的邀请，毅然决然地加入到 Joker 这个舞台里，加入到耀庆哥的部落当中来。有什么想对他们说的吗？为什么说就是拒绝了生哥的邀请呢？其实当时他也是觉得怕我受伤了，想带我回家，但是那一刻我自己就心理上还是不太行，还是从哪儿跌倒从哪儿爬起来。刚刚这个 Joker 的舞台，我们也听听他们几位有什么想说的吗？这个舞台首先我要非常非常感谢，就是马小龙马师把它落地实行。我要非常感谢的就是元宝，他无时不刻的在改他的那个词，然后就是希望他能够传递出最精准的这个情绪给大家知道。栋梁在这个里面呢贡献出他像天使一样的这个嗓音，他唱的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最单纯最纯真的那个部分，就是希望大家心中要有那道光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喜欢。好，那与此同时，他们选择追击的部落就是陈楚生部落。你们给出的词条究竟是什么样子的？如何来形容你们看到的 Joker 这个舞台呢？杀疯了！爱你爱你，远哥，那个你说从哪儿跌倒就从哪儿爬起来，没错。就是你爬起来就行了，就你别起飞呀！16年了，从来没赢过，就不能赢一回吗？好的，王耀庆部落究竟能否追击成功？马上来开启本场演唱会这一轮的火力直投送，60秒倒计时，现在开始。6号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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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6号，拜托拜托，谢谢你们啊！投一下6号，投一下6号，谢谢。有没有投6号？其实我蛮紧张，同时也是兴奋。我不确定他做的好不好，我只能拼命准备，然后尽可能的去做。但终于做完的时候，会有一种突然的释放。我们这次应该会赢的吧？王耀庆哥哥的最后的这个秀，简直是带给我莫大的惊喜，我都没剪了。时间到，请看大屏幕。
你们可能不知道，我们现在可能有点疯狂，但是你们看了就知道，我们第一次赢，谢谢你们，爱你们，爱你们，谢谢。恭喜王耀新部落追击成功，这个胜利的标志还是要送给你们。演员，给你，给你来，你来，收好，你这是属于你们每个人的。